介绍一下你的菜呗。我今天要做番茄炒番，番茄炒鸡蛋。认真的去蒂。嗯，这样你不打扰我。你做这个菜要多久？嗯，你做这个菜要多久？做这个菜吗？嗯，20分钟吧。我们今天有几个人？两个。两个人吗？下一步是什么？来了。来了，赵姐来了，赵姐来了，盐味精的来了，盐什么味的？味精你要放吗？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。好，明白了。先放油。明白了。哎呀呀！好。哎呦！油是哪一位啊？啊，油是这位啊。我去，他看到你了。吃凉拌西红柿。哎呀，不准吃凉拌西红柿！这个人，吓我一跳！吓死我！停住！你看这等等。哎呀，因为葱花咱们这里有葱花嘞。有，那其实哦，对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好的，你们不要一惊吓的，吓得人要死。吓死了。好严了。哎呀，不要！我会好好放的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没事。做番茄炒蛋，你知道我跟别人做不一样的点在哪吗？因为我会先把那个番茄的汁儿炒出来，然后把番茄熬一熬，把它熬趴。熬烂的意思，熬烂的。然后再去下那个鸡蛋。比如说，就是现在，这个绝对好吃。油这么没有？油。妈妈好，我开心死了。好多盐。为什么来的？绝对好吃。这个真的是我最拿手的，就只有这个跟方便面了。这个不好吃，没有好吃的，绝对好吃啊！